非常欢喜哈！咱桃园廖德江新庙庆生入会安坐啊，非常侪来宾哈，今仔日会当讲喜气洋洋啦哈，非常的热闹。苏寒天师傅咱真侪国光道长伫咧昨暗就来做这个祭煞哈，咱先祭内煞哈、外煞哈、安良善后哈种种的可以哈，搁点燃良心。做到吼暗时，道长嘛无闲到半暝吼，差不多一点，才会当去休困。所有科事咱拢完完了后，今仔日早起，咱八点半，咱天师仪仗吼，天师的仪仗就从我们旧的行宫那边吼，列班，然后来到新庙。那管理委员会还有新建委员会，拢非常会当讲大力来相迎啦吼。感谢咱天师傅，咱有将近80位的道长哈，在今天来协助我们整个入我安座还有开庙门的这个所有的科仪。那9:15哈，我们及时到开庙门，擂鼓三通。那所有的道长以及我们的天师就在15个门。门扇前面同时手持宝扇用空拳来开启庙门。接下来我们在10点就是正式的入伙安坐。今天有很多的贵宾长官都特别疼惜，还有很多的有公有庙在今年我们的这个重大的庆典那里理会安坐。我们都没有寄奉任何的请帖给有功是因为考量到很多有功在一个道务繁忙，还有咱路途遥远吼，卖予咱的有功造成压力我们的礼送书文进禀完了以后在接下来11:15就是我们接匾的一个仪式。那这次的接匾我们还有。为我们题写公匾的张炳煌老师来为我们做一个接匾的贵宾别具意义此外龙德宫的入伙安座剪彩的贵宾有108位，司马祖交代要在接庙期间发心护持，会当讲用咱的非常多咱的金钱啦来帮助司马祖开庙。起庙哈，这个大王得主我们就礼请哈来做我们剪彩的贵宾，感谢有你们护持，让司马祖能够顺利盖庙。当然还有很多善心的善心大德我们也看到很多感动的画面，就是咱一挂老菩萨，有的坐客厅车来，有的人坐高铁，有的外南部千里迢迢来到龙德宫。伊讲我这老师徛一挂吼，要甲妈祖保到三天啦吼，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所以说在龙德宫的一个新宫建庙3年建成，所有的功德是来自于十方这是让我们非常由衷的一个感恩还有感谢。那我们用螺旋状的同心圆造就了一个圆满的葫芦，两个同心圆代表的是双头的圆满。
啊，所以讲咱非常的欢喜，啊嘛感恩这108位，咱来为咱剪彩的所有这贵宾，感谢有你，感谢你来扶持梁德江。啊，上落尾啊，咱今仔日看到真济咱的地主先生啊，来甲梁德江吼啊共同庆贺，啊当然是非常的一个光彩热闹。啊，真济咱也袂当来参与咱的盛会吼，而且咱嘛欢喜。邀请人啊，咱各位咱的喜欢的先生来滴，在我们国庆连假，大家啊如果有来到桃园北上来走走，欢迎前来龙德宫啊，跟司妈祖缔结善缘啊，也给我们参观指导，会有更多的一个提携指教，感恩大家，欢迎你们哦，谢谢。